将将，透过每一组的照片，让你们感受到我的香气。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真的很开心，就是有日本粉丝们的支持，然后才能让我在日本发行第一本属于日本的写真书。我觉得应该可以是我以往写真作品以来最高分的一分，就先给自己打个95分吧。它的意思，我们中文的意思是香味、香水的意思。那我就希望这本写真书呢，可以透过每一组的照片，让你们感受到我的香气。我们那个他觉得你的胸部就是保养得非常的好，那有没有什么秘诀？秘诀哦，我睡觉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睡，这样子，然后因为侧睡可能会压到，也会压到我的脸，然后也就会长皱纹，所以我只要睡觉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平躺，不会翻身。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呢？然后我的手会这样子打开来，肩膀就会往后开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写真集買ってね。じゃん、じゃん。